天都黑了，大鱼朵朵欢欢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那我把汉堡放到大鱼的床上，把蛋糕放到朵朵的床上，把薯条放到欢欢的床上。哦，好困呀，我先睡一觉，等睡醒就可以吃啦。我大鱼回来了，哎，是谁在我的床上放一个汉堡呀？正好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先吃。吃饱了睡觉喽。我朵朵也回来了，哎，是谁在我床上放一个蛋糕呀？我最喜欢吃蛋糕了，我要先吃。吃饱了我也要睡觉喽。还有我呢，我欢欢也回来了，哎，是谁在我床上放一包薯条呀？可真香，我欢欢也要先吃。吃饱了我也要睡觉喽。哦，我麦琪睡醒了，来吃我的好吃的喽。哎，我的汉堡呢？我的蛋糕呢？我的薯条呢？怎么都没有了？那我麦琪还吃什么呀？